属兽朋友在本周里头要避免一些口角冲突，女生朋友还要特别注意妇科方面的问题。属龙朋友在本周里头呢，贵人运能够带来好的一些机遇，因此事业上会有些进展。属蛇朋友在本周里头不妨多跟一些朋友见面，在这个礼拜头会有事业好的一个机会。